涂鸦智能网关是一款 Zigbee 网关，是 Zigbee 网络的核心设备，荣获世界三大设计奖项之一的红点奖，并荣获 Zigbee 联盟颁发的 3.0 认证证书。 Zigbee 设备通过网关添加到网络中，实现与其他 Zigbee 设备的通信。网关通过网线连接至路由器，实现与云端和手机 APP 的通信。通过 APP 可以查看和控制 Zigbee 设备，支持本地场景，支持本地自动化，支持本地多联控。设备入网，确保您的手机已连接至 2.4 GHz 的 WiFi 网络，将网关通电，并通过网线与家庭 2.4 GHz 频段路由器相连。确认指示灯为绿灯常亮，如果指示灯处于其他状态，长按复位键至绿灯常亮。打开涂鸦智能 APP， 找到我的家页面，点击右上角添加按钮，在页面左侧点击其他，根据图标对应选择网关，依照提示操作设备入网。添加成功后，即可在我的家列表中找到该设备。